女生的五个表现是已经深深爱上你了。女人是不是真心的爱自己，这一点对男人很重要，可是女人的心如海底针般，非常难以琢磨，究竟要怎样才能判断呢？通过以下这五个表现，其实可以一眼看出来。一，她会非常尊重男人对她的付出，她也不会为了贪图一时的虚荣就非让男人给她买奢侈品，她更是会很认真地对待男人身边的每一个好朋友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一样。二，他在与别人介绍你的时候，他介绍的往往都是你的优点，有时甚至还会夸大，而你的缺点他会将其隐瞒或是缩小，甚至他还会将其当成是优点来表达。三，他会经常性的向你撒娇。女人若真的爱上了你，那她的心也自然就在你身上了，对于她来说，你就是她爱的港湾，情感的寄托，她时不时向你撒娇，更是会把她最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，在你面前她完全不会遮遮掩掩。四，在你工作忙的时候，他会非常理解你为他的付出，更不会无理取闹地过来打扰你，他可能会有一点小失落，但他还是会隐忍支持你。五，带你见他父母，你若真的是他真心喜爱的男人，那他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把你带到他家人面前，让他的父母能够知道你，同时他也更希望你能得到他父母的认可。